我在炸，我在炸。小闷，你不是两个月没上班了吗？怎么还有钱吃吃喝喝啊？嘿，我给我姐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我没钱吃饭了，她就给我打了2000块钱呢。哇，有姐姐真好。但是2000块钱也不够啊。哈哈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有5个姐姐啊。大了吧？分手，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了。我现在儿子都已经很大了。这是我们新来的同事，我们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姓马，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马。哟，考我的是吧？在下红尘皇帝青狼子的白。红豹专属。哪来的马？什么？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。老哥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？1800呀。那你怎么能笑得那么开心？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嘛。小小的人儿啊，捧着嘴一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呀。简历还挺优秀的，但是你这个人有什么缺点吗？缺点？太诚实了。诚实？我并不觉得这是个缺点啊。真的吗，死胖子？刚才我遇到一个帅哥，长得老帅了，帅得不要不要的，就连我一个男的我都一直盯着他看，我寻思过去跟他交个朋友，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面镜子，你说尴尬不？小时候骑个破自行车，吃咸菜大白菜，看着别人开着大汽车，吃着肉喝着酒，住大城市，真是羡慕啊。等到长大了以后，拼命奋斗，终于开上了车，吃上了肉喝上了酒，结果回头一看，那些人又骑着自行车，吃着小时候不吃的野菜，也不喝酒了，还住山里了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，我好在原地等你们，这把我累的还得往回赶。唉，普通人打喷嚏，女汉子打喷嚏，萌妹子打喷嚏，皮卡丘。我今年20岁，开着奥迪，在深圳有一套全款别墅，这一切我没有靠父母，没有靠朋友啊，这一切都是凭你自己想象的。不，你错了，你根本不了解我，这一切我都是在网上看的。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我根本就想象不出来这么有钱的境遇。美女，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。帅啊，我感觉没有帅啊。这样的帅哥你都不觉得帅，我觉得你的审美有问题，配不上如花似玉的我，分手。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。你好，问一下，为什么女生有体香而男生没有呢？化妆品腌入味了呗。哎呦我的妈。哎老何啊，借点钱。多少？30块。什么？
当我是高富帅啊，不是吗？啊！哎，看来隐藏这么多年还是被你发现了。哎，直视真是包租婆啊，是吧？再一遍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你刚才说啥？我说抓住前面的那个帅哥。以后请叫我美女。老婆，你喝的什么？给我喝一口呗。不给，要自己买去。给我喝一口呗。不给。我都不给你喝，你拿杯子干嘛？老婆，现在几点了？谢谢谢谢谢谢老婆，谢谢谢谢。美女登场，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？我正有所意呀。哦，这位姑娘长得美，粗粗的胳膊，短短的腿，看你一眼真后悔，你到底是个什么鬼？你太不要脸了啊！这么欠，这么欠，呸！大哥，上！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倾国倾城，长得美。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，娶到家里我不后悔。你是个骗子。